如果你一直追逐我的幻影的话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被真正的我给追上的。但如果你订阅，就不会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正经聊什么？今天我要拍的是深黑历史开箱。耶！上次啊，我们拍过了我们自己影片的黑历史，但那个时间轴很近，底下的网友就说不够，这更不够黑。再来给大家最黑的丑黑历史开箱，三张照片，而且也跟你们说，不能是那种国小妈妈都帮你买好衣服的，那种小时候的东西不行，要那种你是自己开始有一点自主能力，对，然后以为自己很帅或很漂亮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今天都带大概什么时期的？国二、国一、高二、国中，我有高中、国中跟国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轮流，好不好？一位一位来，然后一个人就开箱他的三张黑历史照片，有要比赛是不是？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大家只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小时候可爱的样子，来，男照片怎么样？好还好，这是我高中高中时期啦。你以前的脸比较小一点，还没办法当垒包。快香香吗？好，来来来，我的是第一，其实也还好。好可爱，可是太小了吧？这还太小了，而且这制服没有丑之分。对啊，我会有程度之分的。你这个时候是会推男同学下楼梯的时候？还是会？天哪，还是会杀人魔到现在没有改过。我的第一张还好。好，我们欢迎可以啊，丫丫最期待。有你，我很厉害。妈呀！等一下，我解释一下，这是国一。哇！流行当初的爱心头，对，爱心头。那时候一定要这样子。你的鼻子是不是不太？我也觉得差很多。哦，那你有去暗恋？你有去暗恋？对啊，我没有整啦，我没有整。那对镜头再做一次这个现在这个表情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会这样拍照？看这边有没有厂商要植入什么商品都可以放在这里。好，来我下一个换小李啊。好，我的第一张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来来来，拿一个了。你的胃真的很凸哎。对啊，太棒，以前就这样啊，而且那时候我还这么瘦，然后胃就这么大，这个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是你面貌已经没有什么变化。对对，好啊。这张照片呢，就是跟小李一样同一堂课的作品。这个太糟了，太恶心了吧！不要放大。我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是曝光还是自己打粉的粉？你看我的脖子跟脸就知道颜色落差了。你嘴巴好让人讨厌。一巴掌打到你不敢讲中文。眼影啊，你看他的眼影啊。那个时候我对，因为我没有化妆的基础认知，所以我对于眼影的概念就是觉得应该要是蓝色，玫瑰同龄眼，蓝色蜘蛛网让我觉得，还有米妮，对，现在的模拟是这个样子，垒包的好不好？垒包的第二丑，我靠，好丢脸哦！那时候你就垒包的状态嘞，哎，你是不是在坚持做皮条客之类的？不是，就是那个时候有在打工赚钱，让大家看看你领到了第一笔生意，两张一千，就是你的气势很强，但这边加起来整体费用不超过3000块，应该是有啦，这边就有三张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，我可以把你这张截图，然后放在网络上，然后备注说整这张脸这个钱够不够？好，欢迎香香，香香二丑。第二张有一点点那个漂亮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还有好意思哦？这国小吗？我觉得你的照片都没有让我有种为之惊艳。这是国小吗？其实你的，因为你的轮廓从小到大都蛮像，都一样。可是我觉得你的眼睛有变大哎。我以前的眼睛是一直都是单眼皮，然后我爸爸一直帮我掰说你怎么没有双眼皮？我跟你妈妈明明就都双眼皮，然后后来是慢慢的双眼皮才长出来。欢迎丫丫。好，第二张也是国中的时候。是哇。你这样目前是最为之惊艳的，你快到基德是不是？那你的眼镜为什么会这样子选择？其实我还有一个粉红色，但我真的找不到照片。啊，好可惜。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国中，我会觉得这样子是可爱的女生。好啦，很棒哎，这张我有几率，有今天目前的 MVP。对，好，那么换小李啊，小李还能找到你？你这张照片是不是无名小站救回来，然后低画质？是。而且头发太多了吧，而且我还有穿搭，你看我是穿一个白背心配红，有层次。你们发量是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之后洗头开始喷头发，应该是慢慢骤降，还是那时候其实是我那个设计师真的超级超级厉害，超级打薄，打到这辈子就是薄了。哎，好帅哦，真爱我自己。我的就证件照好了。你刚刚是什么表情？好丑。这个我要讲一下，这是我国一国二，而且还没戴牙套，没有戴牙套，所以我的门牙是龅牙，然后
我的头发是前面离子烫，后面玉米须。哎，你的痣不见了。然后我一直到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他会指着我那颗痣这样啊，这样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威胁，我就最后决定把这颗痣点掉。好，来宋梦曼的第三丑照，我看笑到露一个屁股。而且你看我这时候的头发很长，你好丑哦！他刚那张很像，你好丑哦！而且那时候脸很，你是整个是尖的哎，哦，好好笑、哦欸！你这样，我先我要给 MVP 这一张，这张还没看完，等一下，你看完，香香的哦。这张照片很适合绰号叫布丁，然后是大一届的学长的黑道的女朋友。你那时候发量也算多哎。对。那你现在怎么了？我也是到了不知道到了个什么年纪就开始都这样变短。我们的群组叫最近有什么发量？你看我以前小时候头发都超多的啊。来来，这张是我国一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照片有年份，2008年。好丑哦！好厚的刘海哦。对，超级厚，那时候刘海是密。那你来再做一次这个试看，挑战一次，30年。这里然后。好笑哎，不错，很好很好。好，接下来是我特地找到了影片，是动态的。快点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都记得开声音。我天哪！哦，那个手，看清洁少年，看我，看我。来5步。4步。你很好，你在那排腿，你的排腿很好哎。7步。朱轩，朱轩，6步，6步。看我，看我。好，回来4步。位置其实动太多了，感觉累了。离你太远，太远了。对啊，离远点，点了。这在比赛已经输了。OK。他怎么这样子？你的牙齿啊！好小哦，这国小吧？国一，我天哪！现在做这个动作也是蛮自信的。哇，目前最有心机的啦，就是放了影片，打算自证，还放了，我买球拍，买新的。第三丑照，我的第三丑照，我拿的是实体的照片啦，因为两张其实实习有一点点落差，但是都是国小，一个是应该是小学三年级，一个是小五，那就第一个先。看到了，那时候胖到奶子垂。你这个。眼睛是你睁最大的样子了。我以前眼睛比现在还要更小。哎，你是国二才知道原来眼睛可以撑这样子。对，有一次被吓到，我才屁股可以这么大。另外一张呢？另外一张的话，时间就到了2年后。哦，很明显。你还找得到现在这个人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如果这张照片最旁边的小小的那个男生，你有看到这支影片的话，下面留言一下，说那张照片的是你。等一下，你跟这个最小的这个男生同届吗？同届，因为我小学5、6年级的时候，身高就已经是166公分了。其实你算在小学这阶段，我是算高，我是霸王龙，然后我到现在只有168。好，那我们投票环节了吗？对，投票，我们就选出今天你心中你觉得最黑历史的，一人一票。那在这思考过程，顺便大家留言一下，你觉得最黑历史的人是谁啊？往下面留言一下。好了，准备了。好，用纸的，用直接纸哦。1、2、3。哎，还是有人要加码吗？哎，我还有一张我觉得很好笑的。太近了，我天哪！哦，这张应该有出现在我的无名小站里，而且我那时候应该觉得很漂亮，而且每一张照片底下都要有个注解，一定要擦滴滴滴。对，啊，大家都有一些黑历史啊，对啊，有趣，成长的过程。我们就直接两位好不好？今天黑历史冠军就是雷包跟小。太好了。哎，你比这个，然后你用这个脸。1、2、3。影片。